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您召集了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要献上我们诚挚感恩的心。我们的协会从起初的酝酿，到申请的过程，到最后的成立，种种的一切付诸的实行，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您的带领及帮助。当我们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当中有了阻碍，也有了失望，也有了退却，但是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未曾离弃，让我们能够坚持到现在，因为我们相信您的亮光一直就在我们的前面，在引导着我们。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跟感谢，我们要何等的来感谢您，因为您是如此的爱着我们。感谢您，我们将这一段聚集的时间交托在您的恩手当中，求你的圣灵来向我们启示，来向我们带领。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您，这一切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但是我们把我们最真挚的感恩献给我们一路相伴、带领及赐下恩典的阿爸天父。没有阿爸天父，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阿爸天父，我们哪里也到不了。只有阿爸天父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就先用这首献上感恩来给我们天父，感谢他的爱，感谢他一路的带领。因为
感恩，在你的面前，一切但求你的旨意跟您的喜悦。我们相信您的喜乐跟平安的灵也会赐下来给我们。我们相信您所赐的恩典也都是。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每一天，他的恩典一定够用。你日子如何，你良言如何，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要相信，不论明天将如何，他恩典一定够用。每一次跌倒，他起来更刚强。每条不走的更有力量，要相信不能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
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样记载着，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顿，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的，我必要耐心等候神的能力的浇灌，神的恩典降临，我必定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相信我们必会如鹰展翅上腾般的来荣耀神的名。诗篇第一百一十三篇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朗读，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感谢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那超乎万民之上、荣耀高过诸天的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首先要邀请我们安提亚圣经协会理事长邱嘉文邱弟兄上台，来代表我们协会向各位嘉宾致欢迎之意。中台神学院研发处吴主任，各位众教会的牧者传道
各位教会的长执、长老，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家人；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相聚。安提阿在圣经里是第一个把福音外传的城市，正知音又是神所漠视的，更是神的话，所以协会这12个家庭，将近40几位的弟兄姊妹，就共同决定用安提阿圣经协会这个名字成为我们协会的名字。弟兄姊妹，因着神给我们的意向及引导，真理的扎根及教导，要借着圣经来认识这位造物的神。从去年7月到现在，整整有10个月的筹划，还有今天呈现在各位面前的安提阿圣经协会，这都是神的恩典。神是开道路、辟江河的神。安提阿圣经协会今天的感恩礼拜只是一个开始，愿协会能成为屏东地区各教会与神学院间的平台，更是神的百姓建造真理、认识神的地方。本人仅代表安提阿圣经协会，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愿神赐福给你与你的家人，谢谢大家。谢谢理事长给我们分享的信息，简单的介绍我们安提阿圣经协会的来源这根宗旨。事实上，理事长在我们协会代表的不是什么地位，也不是什么权利，反而他要背负更多的责任跟更多的付出。那我相信，我们相信神也会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项事工上面的付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莅临本会的嘉宾。首先我们先介绍圣光神学院院长陈吉松陈院长。还有圣光神学院牧师古克中古牧师。中台神学院研发处主任吴道中古牧师。万丹长老教会石连成石牧师。屏东长老教会牧师徐光川徐牧师及师母。国度复兴教会周维平周牧师。但以理教会钟牧师。屏东浸信会传道林明静林传道。台湖教会陈信清陈传道。宣道会安祖堂吴俊雄吴传道。信义会范义士范牧师。内埔长老教会长老李帆仁及赖金林长老。凤山长老教会吴天宏吴长老。左营油厂教会黄荣生长老及余昌芳长老。平心教会代表刘慧芬姊妹。圣教会代表陈平英及苏竹英姊妹。
王角石教会林以各林传道。不晓得还有没有介绍到的嘉宾，能不能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刘秋霞刘传道。不晓得还没有需要我们认识，让我们了解的。没有，没有，我们就继续我们下的行程哈。很感谢各位牧者、长老的来临，我相信有你们的参与及你们带来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协会在神的带领之下，更能够走正确跟平衡的道路。长老、执事，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非常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经历神莫大的恩典。那在这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唐，叫唐宏祥。那我目前是在保健医院担任医师的职务，但是很感谢神因着神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成立这样的协会。那我先把我们协会形成的背景跟意向跟大家做个报告。我们都是一群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的百姓，而且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机会透过圣经更多的来认识神。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神的百姓会因为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而成长茁壮。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是完全的启示，是唯一的启示。那他启示的焦点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神，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复活。我们也相信世人都犯了罪，唯独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被神赦免其罪，重回乐园。但这一切必须无时无刻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但是现今教会的情况令我们有一点担忧。我们常常看见牧师传道在关怀软弱羊群之后就疲惫不堪，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建造其他的信徒，使得信徒的灵命没有办法成长茁壮，而且许多的信徒也因为自身的软弱或是怠惰，以致没有办法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教导在信仰上扎根，因此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进入教会，信徒没有能力可以分辨。希望能够借着未来一系列的圣经课程，一方面使信徒有机会再一次全面及深入的认识圣经，将根基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圣经课程，使上位的信徒这一切都非常不容易做到。我们只祷告仰望我们的神。谢谢各位嘉宾，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启发。弟兄，对于我们安提阿圣心协会的一些背景跟意向做个说明。那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我们协会的成分可能还会有一些疑虑及一些问号，我说林牧师上台来跟我们有些领域的话，请林牧师。谢谢。各位牧长以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安提阿圣经协会今天的开幕感恩礼拜，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一样。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儿女，当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高兴，抱着自己的孩子，看到他好可爱。第一个月的时候，这么大而已。觉得哇好可爱啊！如果呢半年之后呢，
还是这么大，是很可爱，但是有点怪怪的。但是呢，如果过了一年之后还是这么大，就不会觉得可爱了，可能是因为他有病。那我们知道父母对新生儿的期待就是他能够成长而且是健康的，同样的，这个也愿安提阿的圣经协会能够不断的成长，而且能够朝向健康的方向来成长。那能够健康，就必须要有神的真理。有神的真理还不够，还需要遵守神的真理。而神的真理就是安提阿圣经协会的目标以及侍奉的方式，也就是安提阿圣经协会有一个使命或者是感动，就是透过圣经来造就弟兄姊妹。这是安提阿圣经协会的弟兄姊妹的共同的感动跟努力的方向。那么上帝赐下这样的感动不是没有原因的，上帝一定有他的理由。上帝要透过这个协会在这个地方成为光跟盐，成为真理的灯塔，成为这个地方的居民的祝福，也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如果就设立的时间来看，安提阿圣经协会是一个新生儿，但是就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成熟度来看，安提阿圣经协会是个成人。因此呢，我们就不需要等他们慢慢长大才可以站起来侍奉。安提阿圣经协会的命名其实也表明弟兄姊妹的心愿。他没有叫做老底加圣经协会，或者叫做哥林多圣经协会，因为呢，在新约当中，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成熟健康的教会，它能够对内造就基督徒，对外能够传福音，而且差派宣教士。我们知道新约的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也是一个神所重用的教会。安提阿的圣经协会就是把安提阿教会放在前面，以致不忘记了最初的意向跟感动。盼望上帝使用安提阿的圣经协会，使这个协会也能够像新约的安提阿教会一样，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而在座的嘉宾、牧者以及弟兄姊妹，也请为这个刚刚成立的协会来祷告，使他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发展，并且众教会在屏东地区的众教会能够跟安提阿圣经协会一起携手合作，互相帮助，以致最后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谢谢。非常值得一席对我们勉励的话哈，我们相信我们协会也唯有更谦卑的走在主的道路里面，来领受主的恩典，能够实践主的真理，福音传扬出去，这是我们的目标跟宗旨。接下来我们邀请万丹教会石天成石牧师上台来跟我们勉励，谢谢。各位牧长，各位咱厝内的乡亲，大家平安。顶礼拜我伫台北咧开总会时，分享通过同工一场邀请的福吧，邀请我来参加咱今仔日这个协会开幕礼拜。因为咧开总会，所以我咧是我应一个。本地是我即阵爱伫金门，因为飞机无飞。所以我不是安尼，我带来。我分享讲，姚嘉文兄弟即卖咧大发热心，要伫咱遮用圣经来背。伊讲不是姚嘉文，是邱嘉文。我把那个邱看成姚。因为伫
开总会中间爱跟一寡外宾接触，啊，所以有时阵看英文变作中文，看中文变作英文。啊，咱是叫做圣经协会吼 ，Bible Association。啊，我马上甲想起 Bible Society， 圣经公会。我想讲圣经会即摆佫加一个安提啊圣经公会。我想今日咱安提尔教会这个所在，咱安提尔的圣经福利者不只有艺术，因为其实今日咱的教会社会化上过厉害，咱是毋忙社会教会化，将咱的信用来放伫社会来改变社会，所以咱看起有真侪经营是将社会甲提到教会的。所以我想安提尔圣经协会一个真强的意向，就是一切要回归到圣经里面，回归到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这我想咱有真大的期待，嘛咱圣经协会啊，伫这个意向下面，咱全球上帝，咱到底开咱最好的工来应跟上帝，咱在归国来跟上帝，谢谢。感谢主师，为咱个协会讲一只变的话，相信阮伫上帝带领下，阮会行出真理的道路，对咯吼。他应邀上帝，感谢史牧师。不晓得还有哪位牧师？是来宾要上台来给我们勉励，来鼓励我们的。不晓得有哪位牧者愿意上来？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哈。那随时欢迎您，把你的建议跟你们的勉励我们的话，随时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都会改进，我们随时都会把它请出来。以下是我们安提拉圣经协会。说弟兄姊妹呢，准备两首诗来献给我们的神。第一首是有一位神，第二首是有福的确据。
下来我们要邀请圣光神学院陈基中陈院长上台来给我们勉励及末尾的祝祷，请陈院长。首先要恭喜安提华圣经协会成立，感谢主透过这群爱主的弟兄姐妹能够把圣经能够希望能够研读圣经，希望能够教导圣经，以这个为宗旨，然后带领人来认识主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立当中蛮重要的目标，那你们抓住这个目标，抓住这个目标，向着这个意向往前跑，我相信未来就会有好的前景。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未来就不会有好的前景。感谢主，这个我们在上礼拜天下午差不多2:30的时候啊，在高雄新兴长老教会就举行了一个认识异端，就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或者叫新歌教会的一个聚会哈，一个研习会。那这个研习会啊，很特别的就是，当我们提出来跟众教会来沟通的时候啊，没想到他们的回应非常积极，所以高雄中会，还有寿山中会长老两个长老会的两个中会，还有高雄牧者同工联祷会，还有合一祷告会的众牧者哈，还有神学院，那我们就还有其他的教会。就一起合办这个认识异端。那么在这个认识异端的这个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台北召会的一个欧阳嘉丽长老，因为你知道各位哈，这个全能神教会最近差不多一个月当中啊，就登了好几次，而且在全部的大报纸里面哈登，那每次登的报纸哈就要400多万，那他们已经连续登了多少次了，十几次恐怕有了，所以那个资金从哪里来啊？那我们后来那个台湾的教会一起，后来也陆续的在几个重要的报纸啊，差不多比如说《苹果日报》啦，那个《联合报》啦，《中国时报》啦，《自由时报》啦，或者等等其他重要报纸登了、啊。你知道登一次啊，后来这个钱还凑到现在还凑不齐。那先有那个台北教召会哈，他们先垫，他们说先垫了410万，所以一次登啊就410万。那你看这个，全能神教会的财力多么雄厚，他到底这个财力为什么这么雄厚？那当然有些人有不同的揣测，不过他们很强调这个末世要到了，所以因为如果是末世到的话，那钱财啊就是干什么？所以他们就鼓吹末世啊。听说这个在中国大陆，他们做过统计调查，发现这个末世末后的日子啊，末世的那这个鼓吹末世论，就在中国大陆啊就很有市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异端的就不断的鼓吹这个末世。那既然末世就到的话，那你就钱财在你手边没有益处的，所以应该把它捐给教会。捐给他们所谓的全能神教会。那我们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安提阿圣经协会形成的背景，我认为就有特别的意义在。那所以这个认识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我们有系统性的来认识神的话语，一卷一卷的，一张一张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讲到哈，那就没办法一卷一卷的来讲，对不对？他们有时候是一个主题啊，或者是某一个那个专题这样来讲哈、那不太可能一卷一卷这样来讲。那可是呢，如果能够服务于这个儒学教育，或者是像类似能够开办这样的系统性的查经、认识圣经的话，那就会协助就一同配搭这个主讲台的不足。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就读到就是4000万基督徒啊。那第二大宗派就是布里公会，那最高的时候有2000万信徒。可是经过这个20世纪那种自由派神学进到美国之后啊，
样，很多的教会就一落千丈。可是呢，这个美兰浸信会啊，他们维持，他们也是跌，但是呢，他们维持了一个比较没有跌的那么厉害。后来他们就研究说，哎，为什么这个美兰浸信会可以保持，差不多还保持在3000万信徒左右？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了，哎，美兰浸信会的信徒啊，他们礼拜天到教会里头读学，所以这个对美兰浸信会的那个信徒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因为信徒得到好的圣经的造就，所以当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或者是其他的异端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哎，这个教会啊，这个整个宗派啊，还能够站立得住。可是呢、啊，这个卫理公会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他从那个2000万信徒啊，就跌到差不多七八百万。那所以呢，今天美国教会啊，很多的教会啊，他们每一天啊，就几十间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认识神的话，系统性认识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那可是。各位要知道，这个不是听到，不是研究神的话语改变人的生命，是行道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听了主的道，研究了圣经，给我们有智慧，能以得救。可是呢，要把神的道行出来。所以，我也鼓励、勉励我们的安提阿圣经协会，如果我们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听得到要去行道，所以这是我第二个跟各位来分享哈，鼓励我们安提阿圣经协会一定要行道，一定要行道。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信徒每个礼拜他没有出席、没有缺席来参加聚会的话，他一年至少可以52次的道，对不对？那照理讲，听了这么多道，他的生命应该会改变啊。可是我们很多的牧者，我们都知道，哎，这个常常听到的信徒啊，能够能台湾的歌唱得力家，道理精的了，听得非常的多嘛，他很熟。说牧师讲的，大概他都知道了。那主学教育，他就从那个意思上来到现在，那事实上他生命有没有改变？不见得哦。所以不是听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行道。所以你要行道的话，真的很不简单，因为你听得到以后，比如说讲到饶恕。要把这个饶恕道行出来的话，而这有时候面子是要拉下来的，你知道吗？哇，这个是很痛苦，也是很挣扎。但是把那个道行出来之后呢，你真的这个道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在不管是这个安提阿圣经协会，或者我们在牧养教会当中啊，一定要强调，不只听道而已，要行道，行道才是教会。所以现在有很多行道会哈，感谢主，行道会这个道不错，但是行道会。信徒们是不是真的都行道？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还看看，就是说这个安提阿，从历史上来说啊，这个安提阿这个城市啊，在第一世纪里面，其实它是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城市。啊，还有一个外港，叫做那个西游记外港，对不对？那他们也说啊，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河流的水啊，就流到那个什么罗马的有一条河啊，叫做什么河哈？就是说，这个安提阿的许多的败坏、许多的那种淫乱、许多的道德沦丧的这些啊，就马上就传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个罗马那地方。所以还不是罗马第一个优先败坏，是怎么样？安提阿优先败坏。可是圣经很奇妙的这样记载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可见的这个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有非常好的见证，虽然在这个道德这么败坏的这个城市当中，他们却能够在那里有美好的那个见证，有好的行为。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行道的教会，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平衡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才能够让那些外邦人，才能够让那些城市的人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哎，就是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这些人是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样的名称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那我也鼓励我们的这个安提阿圣经协会，透过分享神的道、领受神的道，然后呢行出神的道，而且在我们的协会当中，我们每一个协会的成员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让从屏东这个地方影响这个屏东，然后从屏东这个地方要扩散出去。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所以我也这样的预祝
安提阿圣经协会能够在生活的榜样，在生活的见证当中，在在的看到上帝的恩典透过你们散发出来。我用这样的方式跟各位来勉励。那我对安提阿圣经协会啊，其实开始的时候真的就像你们这个最后的问与答 Q&A 一样，真的是充满好奇，而且开始不解。不过今天看了这个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是听说这个事还是吴高中牧师来说到了的。感谢主啊，这个写的实在是不错啊。那这个安提阿圣经协会啊，它好像教会又不像教会，我们可以用这样说，是 Parachurch。它一方面有机构、有协会的功能，但是也有类似教会的功能。它又不是纯粹教会啊。那所以我很同意你们说啊，你们在最后这个问与答当中啊，就强烈鼓励各教会的会友留在自己的教会敬拜服事。所以我希望安提阿圣经协会不是一个新的教会成立而已，他应该是说你们的会友，假设有会友的话，那会友应该都是从什么样？从带领人信耶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会友是什么？流浪的基督徒啊，韩国知道吗？韩国的教会有25%的流浪的基督徒。换言之，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开始的教会的话，就会有这些人才进来。可是这也是有时候带着受伤进来的话，不见得对教会是健康的。所以我认为，圣经安提阿圣经协会如果有一个那个不断的成长的话，也可能会有不断的慕道友接触慕道友，然后从慕道友当中带领他们来信耶稣，啊，进了这个教会来栽培他们，鼓励他们，建造他们。那既然我们强烈的鼓励各教会的会友留在自己的教会敬拜跟服事，也就是我们不希望其他教会的会友进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宽广的心，透过圣经的研习，各教会能够来这个地方一起研习神的话，但是你各教会应该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服事，这样的话其他教会就不会有那个紧张，要不然就不会放心的把其他的信徒带到这个地方来，让这边来造就哈。那所以这个安提阿圣经会应该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更高的眼界。我们透过圣经，但是我们鼓励教会的信徒能够来，但是呢，他们一定要回到自己教会去，在那里得到更好的侍奉。那我想这样教会就很放心，可以鼓励他们的信徒来参与，来这个地方来接受好的教导。我相信你们会和神学院来合作哈，然后神学院或者是像这个中台也可以啊，圣光也可以啊，其他神学院都可以哈，然后让这个圣经的研究啊，圣经的学习能够更有系统，能够祝福屏东这个地区的教会。谢谢各位。谢谢陈院长一番的叮咛跟教诲，我相信我们协会的每一个人都要谨记在心，我们不仅要听到，更要行道，这才是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陈院长还有吴道中牧师及理事长教文弟兄一起上台来和些今天预备的蛋糕。请和切蛋糕。这蛋糕的记忆，我们也希望神带领我们，就像那印章世上的一样，那就像我们陈绪丹背面的有一首诗哈，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哈。陈绪丹的背面有一首诗，可以参考看。引领边崖上，阿爸清脚赤坎坷，圣所奠基显祖宏，经纶真理源自神，协力同心谦受益，为其同行传世。那就借着这首诗来对我们协会的一个为整个协会的发展的一个期许，就像这个红字上面所讲的主要红字啊，愿安提阿圣经协会春风善舞，永生益寿。感谢主，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没有想过，
长来跟我们做幕后的助导，谢谢。天父上帝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蒙你的恩惠，蒙你的拣选，我们可以一同同心来见证安提阿圣经协会的成立。他们有了这样的使命，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向，主啊，求你让他们秉持这个意向，向着你所赏赐给他们的往前来祝福众教会。他们在这里所在一起的团契，能够让众教会因此能够合为一。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工程不是容易，但主啊，求你就让协会的里面每一个人，他们存着这样一个宽广的心。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格外的施恩，让这个教会，让这个协会在成立的过程当中，有主的恩惠，有主的同在，而且你继续的引导他们未来的道路，让他们所做的工，让他们所开的课程，他们能够不但了解神的话，而且能够聆听神的话，而且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我们也恳求主恩待，求你赐下圣灵的恩惠，让他们所做的工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着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能够散发出来，祝福全屏东。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邀请各位，请留步，然后也移步到外面，我们要大合照，做一个纪念。请各位可以慢慢走到外面去，一起来。那照相完毕，也请各位留步，有点心跟蛋糕可以享用，及彼此之间互相的交流认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骑脚踏车吗？有啊。